欢迎大家。今天的影片主题呢，是我正式呢要来跟大家宣布有关于我日更实验的计划。如果呢你们有看我昨天的医美影片的开头，就会知道我目前呢正在实施一个每日更新的计划。那为的目的呢，除了是因为刚好我最近放了连续两个礼拜的假期，所以我有非常多的时间来做影片之外呢，我希望就是可以尽最大的努力，然后看到底能够达到什么样子的进步跟成绩。那另外一点呢，是因为我想要测试看看 YouTube 的机制，每日更新呢到底能够得到多少的订阅数以及成长的成绩，然后也想来跟你们分享，因为我相信应该有非常多人都非常好奇这一件事情。所以呢，接下来的两个礼拜的时间呢，你们呢就是每天都会有阿元的新影片可以看。所以呢，如果你们想要知道呢，这样子每日更新的实验到底最后会带来什么样子的订阅数跟成长数的话呢，记得一定要追踪一只阿元的 YouTube 频道。那如果呢是喜欢阿元的元仔们呢，记得一定要每天都收看，因为你们每天都有影片可以看了。两个礼拜的时间，所以呢可以让你们看得非常的过瘾，请大家告诉大家。好，跟大家报告一下昨天的成绩。昨天的成绩呢是成长了493个订阅数。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晚上9点见咯，安妞。